老师傅，你买的是鲜羊奶是吧？啊。它这一袋是一斤啊？一袋是一斤。一斤多少钱？一斤七块。七块啊？嗯。你们是早就定的吧？那个，俺们也这个、我没定，但是我是天天买，他也知道。是啊。其实你去还有没有不知道，你问问吧。啊哎好，嗯哎谢谢啊，啊谢谢。哎那师傅，那师傅。他的羊奶还有呗，还有啊，好谢谢。啊。啊，也有没打着的。嗯，那我明天来啊。七点半。明天来也没有，现在奶少，都是这个常年喝的，我保费的。我就这是邻居，就这个楼的。啊。哎，你就早点来，你到七点多钟你来就行，能打着算打着就上台。过来早点来吧。啊。早点来，等一会儿看能算出来五块钱多。啊，就给我少一点就行。啊。这里也自己挤。嗯。我买了没有奶了。那天我就是看见你买我才知道的。我买十年了。买十多年了。嗯。喝的挺好哈。就他家奶喝十多年。是吧。嗯。现在都要奶了你。给你一点特写。这吃的啥玩意儿？吃苞米碴子啊？你没看这两天有雨，你还晒多着呢。头两天多挺多好，忘手了，要是脑碗忘了，回来就忘。记得今天下雨有点冷了哈。下雨。嗯，谢谢。啊，你们这都是病的。嗯。那底下你是楼上的还是？我从后边来的。早点来。嗯。我们离这远都忘了。是吧？好嘞。咱们都是现着打的，也是少打点。啊，这东西要。云乎云乎，大伙都喝着了。就现在就是那么整的，要两二斤你就打半斤。我来了，那就不能白来。穿一穿。啊。你这个打多少？这玩意就是加温消毒就可以呗。哎，对，就像看那个做水一样，做开就行。啊，用不着时间长。看这个，俺们喝，我就这么直接喝。啊啊。羊没有毛病。啊。你羊有病了，也犯病了，下回就不好吃。你一般正常是熬开的。
都打不过。那点给我吧，那点人那个还没拦着呢，你俩得分着。哦，那行行行行行行，没事，你今天能，今天能给我一点就行。行行行，够了。你拿来那小瓶后摇一摇，那人家。没事没事，我先让他们打。这就是跟那洗奶放洗奶，人家是打两天，今天是打一天，明天还得走来呀。3块钱的吧，那些。行行行行。但是没有啊。行。先打先放的没事。不行，我没有私微信啊。你没有微信啊？没有，没关系，哪天再有再我一会儿给你送来。3块钱，哎呀，以后打再。我明天还来，明天我早点来。嗯，我肯定记得3块钱啊。嗯。记住，你跟你的转够啊。好嘞。转够了吗？哎呀。你给他打5块钱的呗，你这3块钱不够你就行，我下去。啊，你意思他要有的话再给我点呗？行，要是余的就给我点。你说人家那没事没事，三不不不 不用了，我3块钱吧。不然的话他走了给你拿来给你来。谢谢啊。你这3块钱够喝不？你一个人不是？再来点，再来点。长时间了吗？都。这瞎跟他搅和，这真他妈烦人一点！你说这不正都调完了，你不用跟他说了，不用跟他说了，你给我拿走就完了。快，到时候还得重交呢，还得重交瓶子，让你就是那个也算瓶子不就完了吗？刚才我这是什么好事不成坏事有余那会儿，我怎么到他走到我拿个瓶子？5块钱的了啊！哎哎，好，你走吧。好，谢谢啊！明天给钱，谢谢人家，明天给钱，谢谢你啊！嗯，哟，明天我来，明天给钱啊，师傅。哎，行，那不弄。哎，好嘞。现在开始煮凉奶。